外表似是幽兰之姿，内里却怀凌云之心。看看孤的江山，真是让人肝脑涂地的山河。大王，让民女为你的山河做什么呢？本是监视司马家的眼线，却真心爱上司马懿。我看中的男人，绝对不会轻易放弃。庙堂之上，伯爵云贵。若真到了末日天涯的那一日，妾必定会追随你到天涯海角。12月10日起，晚间10点，军师联盟。